重视人类居住的地方，这是中华本土文化中一项重要的内容。宅经一开篇就指出了居住的宅对于人类的重要性。夫宅者，乃是阴阳之枢纽，人伦之规模。凡人所居，无不在宅，故宅者人之本。宅经还引用子夏说，人因宅而立，宅因人得存，人宅相符，感通天地，故不可独信命也。其意思是说，阳宅对于人来说太重要了，人因宅而安，因宅而立，宅因人而存，人与宅息息相关，相互感通。宅的好坏不是天命决定的，而是人为选择的结果。因此，人之居宅，大需慎择。人的居宅可以分为城居和乡居。宋代黄妙英《博山篇·论阳宅》中说，看城居，论入局，论明堂，论水区，论碑高，论广狭，论门庭，论比屋。看乡居，论胎息，论阴阳，论缓急，论沉浮，论起伏，论龙虎，论禅托，论朝岸，论城阔，论水口。在选择城居和乡居的环境时，其侧重点有所不同。城居比较讲究明堂的广狭、门庭的大小、地基的高低、水流的形状以及林屋的排比等，乡居则比较讲究形局的完整，阴阳胎息的生成、气之沉浮和水口的形式等。阳宅实书是一部集阳宅理论与实践之大成的代表性著作，其中的论宅外形就谈到阳宅与大地山河的重要关系。书中说，人之居处以大地山河为主，其来脉气势最大，关系人祸福最为切要。若大行不善，总内行得法，终不全集。也就是说，人类居处要与大地山河相协调，即使宅之内行得法，但是如果外部环境选择不当的话，终究不能称得上好宅。因为阳宅外部环境很重要，阳宅实书进一步要求，阳宅来龙原无异，居处需用宽平室，明堂须当容万马，或从山居或平原，前后有水环抱柜，左右有路亦如然。倘有卓笔及牙旗，松在外阳方无忌，更需水口收拾紧，不宜太破成小气。星辰近暗明堂宽，暗尽明堂非窄室。此言注记大局面，别有奇特分等地。这里对阳宅外形的基本要求可以概括为：地基地势宽敞平坦，周围有山水环抱，有秀峰耸立，水口紧缩，暗山横戈等等。关于阳宅地基的基本形状，《阳宅搓要总论》中指出，太碑小或东扯西掖，东迎西缩，
定损钉材。这与中国传统的建筑格局讲究外形方整对称不无关系。这种方正的地基在结构上比较坚实，在外观上井然有序，美观大方，符合中国传统的美学观点。古代阳宅理论还对不同性质的地基做了不同的规定，凡京省府县其基扩大，凡城市地基贵高，凡乡村大屋要河岗盘旋，沙头捧基，凡宅左有流水谓之青龙，右有长道谓之白虎，前有乌池谓之朱雀，后有丘陵谓之玄武，为最贵地。显然，阳宅理论对城市、村落和民居的外环境都做了较为明确的规定，而这种格局又是建立在较为实际的基础上的。关于城、村、宅的选址模式，它们之间有着明显的共性，都是后有靠山，前有流水，左右有沙山护卫，构成一种相对封闭的环境单元。只是由于它们本身单位大小的等级差别，而导致环境模式上的相对差异。城市的单位等级比较大，所以它就必须从大环境上着眼来选择城址。从地方志上可知，绝大多数城市在说到形势时，都是从其大环境着眼的，对来脉、固沙、潮岸、去水等都很讲究，条理分明。因为这可能关系到一国、一省、一县的风水运势的问题。村落的单位等级比城市小，大环境上的龙脉形势已由上一单位等级决定，大多数村落选址主要着眼于小的单位等级的风水环境。同样道理，宅址的选择则着眼于阳宅本身的风水环境为主。虽然城村宅的选址在尺度上有差异，但它们之间还是以共性为主的。可以说，宅址是村址的复写，村址是城址的复写，宅址、村址和城址之间是一种全息互显的关系，它们有一种共同的环境模式，这就是风水所特有的空间结构。